我就想起你。转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甜的羊。咱有人听咧这一条《使徒圣经》，《使徒圣经》，我信上帝，咱也来个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的主，伊对圣心打开，对在世路玛利亚之时，伊温柔的个平安的生活，变心的心来造的礼物，也在伊对圣经的话，听听，阿在伊在里面被上帝的话的，伊被对阿个生活个安排是啊，我信圣心，我信神。公路的大会，心头上空，最下面有地和万，天外的万娘。阿门。咱如果听了，咱才来记得。万军耶和华，神来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一摆就是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三甲来敬拜，何了你？恳求上帝用你的阳光灌溉阮，予阮伫你的内面用专一虔诚。安静来听你对阮的心讲话，阮知影伫阮的生命当中，有时也会伫拄着软弱。阮的日常生活，阮的人际关系，阮的工作，无各种的压力，互阮的心内感觉沉重。所以，阮要伫每一日、每一个时刻，求主带领阮头前的路，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因为阮知影你的意念远过阮所想的。你的大观念，看也过隆重的问题。我们用虔诚、用诚心来祈祷，搁分读你的话语，记伫圣经的话语，来坚固阮的脚步。感谢主，赏赐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为阮赎罪，用伊的宝血完全洗清阮所有的罪孽，互阮成做上帝的儿女，互阮的性命换新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！我们时刻感谢主，祝福在各项的困难当中，教业运用，因带因佛教会所做的所有事工，拢总合着你的旨意。不管是来一礼拜、换一礼拜，也是对外的宣告、社区的事工，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。恳求主带领阮有正确的意向，常常为着这个代志，用心合意来代祷。恳求主嘛，看顾身心灵欠安，会担当。的兄弟，求主亲身来医治，搁安慰。阮从今日的敬拜、牧师的讲道、礼拜的敬献，拢摆在伫你的面前，安静我的心，所有心思意念，独独拢属于你。阮安尼恳求、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
我要做伊的上帝。